那我先带你们两个去切煎吧。好啊，可。以后你们两个就在这里上班吧，他们两个是我们这里的老员工，以后由他们两个来带你们。那个，老板，能不能换一批呀、啊？这块啊。对呀、啊，好像有点不搭。换什么换？这里我说算。交给你了，放心吧，老板。看怎么看，问老板。小哥，好像都没有靓女哦。不一定的呀、啊，靓女可能晚上才上班的，一般靓女都是上晚班的。还有这种事呀？对呀、啊。你安排他们一下做什么？啊，坐这里啊。小啊，这个。这个呢？坐这里啊。最亮的这个。靓女。哦。亮的哦，亮哦。哎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哎，他看我，三斤人家看我嘞，臭小子，他对我笑。这种款式我就喜欢这种啊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往哪看的好？好上班。下班了。下班了。哎。